小剧场，今天要给警察荣誉的剧本穿衣服。嗯，好可爱呀！用这个。哦天哪，这么长，这么大呢？咋啦？没办过。像夏天的可乐，像冬天的可可。你挡我镜头了，嘿！怎么？再起我再带起我，屁股还挺大，比我上次买的大多了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也就是下包。哦，啊！你应该来旁边把我这些细节都拍进去。我是不乐意是吗？你是不是就紧张？不要，直接平时包的好好的，然后一二天正好把你拍一下，完事了。我心情很好。谁认真看你包书皮，看了30分钟啊？他们有人要说了，我乐意。爱情有点甜，这心愿不会变。爱情有点甜，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。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你咋了？哎，我知道他要玩。没有必要的。没事啦，他们喜欢看。你真累死。哎呦呦！好啦，噔噔噔，这里不全哦。你这哪？你太皮了你！干什么？一直在勾我的笔，勾我的包书纸。看看你这个最毒货的。哇啊！哎呦，走了，剧场就到这里。